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。帮我找到了一个野生水库，今天我们来挑战大鲫鱼。走了，就在这儿吧。行，就是这儿了。我们先去修个钓位。秋冬钓鲫鱼，找树荫、水草边上，这是鲫鱼的藏身之地。哎呀，要想富，先修路，我先把钓位修好，才能钓到大鱼。哎，哇塞，挖出蚯蚓了！哎，这还一个！哎，这下饵料全都熟了，我们一会儿用蚯蚓做钓，放着，这可以当做我的饵料了。今天野钓呢，我们选用野桑川鲫5H 4米5的杆子，这属实有点奢侈啊。希望这根杆子能给我带来好运，能让我暴富。好，简单调个漂。现在这个饵料已经静置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给它合拢成团，来，准备做钓喽。我们先打点频率，把鱼诱过来，多做几根窝子。现在已经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寒冷了，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所以现在鱼越来越不好钓了，不知道今天我能不能暴富，让我们静静等待吧。好像有口了，哇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不是鱼，天哪，我是来给你清理垃圾的吗？这是千年老鱼目吗？我的第一条大树杈，哎呦我的妈！是吧？哎，这么多树杈，是不是都是钓上来的呢？好像来口了，中鱼！哇，这是什么鱼？不是我们的目标鱼，这是我上的第一条。第一条鱼不能放生，放了之后它就会回去通风报信儿。我的鱼户还没下的，先放抽网里。哇，中鱼！我们的目标鱼，哇塞！大鲫鱼，漂亮，这大盘鲫太漂亮了。鱼户忘了带了怎么办？我教你们个办法，在这儿挖一个坑，然后把鱼放到这里面。老铁们已经挖好了，然后我们往里面倒一点水，把我们的鲫鱼放进去。好了，这样它就不会死了。哇，漂亮，中鱼！这是什么鱼？哇塞，红色的！哇塞，红色的！天哪，这是一条锦鲤吗？野钓碰到一条红色的大锦鲤，哇！我们给它弄过来。哇塞，漂亮！哇，好漂亮这条鱼，看它的肚子，好像有宝宝了。那么我们给它放生吧。祝愿看到此视频的好朋友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来个双击，来个关注，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。再见啦，红鲤鱼，让我们继续。漂亮，哇，中鱼了，又一尾，一对儿，一对儿大鲫鱼，太好玩了吧，这鱼漂亮，入抄网。这里面还一条是刚才没有入户的，一对儿，看到没？好事成双，注定我们今年要大吉大利。我们的自制鱼户刚才因为渗水渗得太快，所以我找了一个袋子，给它装到袋子里边。这是我们的鱼，继续抛竿入水，漂亮，哇，漂亮，又一尾，我们的目标鱼，鲫鱼来喽！飞它，算了，还是一条一条的比较稳一点啊。这大鲫鱼真好看，一定很好吃。看，入户喽，啊，中鱼连杆了，现在已经，哇塞，我们把鱼群聚过来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它还吃了我双钩呢，入户喽，漂亮，中鱼，哇。666鱼，哇，又是我们的目标鱼，大盘鲫，飞呀，降落，哈哈，这个还有点瘦，先入户吧，漂亮，哇，又一尾，这么的肥，嘿，这么肥。
这个可以当老爸的下酒菜了，漂亮野生的大板栗，你们想吃吗？呼噜呼噜，这个大，把这个留下来。来，抛竿入水，漂亮。天气也不早了，我们再钓一个收竿鱼就准备回去了。漂亮，哇，哎呀哎呀，好像是个大的吧？哇，真的是个大的，这大鲫鱼。看着都让人流口水。好了，我们钓的差不多了，看又一尾大板鲫，来来来来来，让我们看看我们钓了多少鱼。我们把这些鱼装盆里带回去。哇，看还一个金黄色的，这是今天的收获。喜欢钓鱼的来个关注，来个双击，收摊回家去做鱼喽。